嗨，我就快要20岁，肚子依旧很肥。走路的时候崴八腿，我妈常说不知道我长得像谁。哈哈，我脾气很麻瓜，经常说冷笑话。一打雷我就很害怕，却总是说自己胆子特别大。我喜欢的人总是有女朋友，我告诉自己恋爱就应该自由。我问那个他能否给我你的手，他摇摇头说不行，我觉得你长太丑。我这样普普通通、平平淡淡、不特殊的女生，总想过轰轰烈烈、起起落落的一生。我想要学会沉稳，认真认真，内心单纯，最好是在入世册死了以后变个名人。抓一把没特点的女生，也会有粉色泡泡、浪漫美景的小梦。那个他帅气阳光，对人非常坦诚。在某个下午，他会说想要和我过完一生。就应该自由。我问那个他能否给我你的手，他摇摇头说不行，我觉得你长太丑。我这样普普通通、平平淡淡、不特殊的女生，总想过轰轰烈烈、起起落落的一生。我想要学会沉稳，变得认真、内心单纯，最好是在入世册死了以后变个名人。